一个月之后 ，Sosa 游戏终于有了新更新了。这次更新了超多的东西，包括有新的 Aura 地图改动、新的一堆设备之类的，真的是超级兴奋。所以我们马上来体验看看。哇，这个更新真的是等到花儿都谢了，等了一个月多哎。哇，那这一次更新的内容有点大，我要讲的东西有点多啊。我是从最基本的开始讲起啊。你们听现在这个声音，他现在已经有那个新增的这个音效了。然后还有什么啊？注意看在右上角这边，我按 Tab 了，你看，叮。他这个 tab 的这个名单呢也已经有更新了，而且我们前面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叫做徽章哦，然后徽章呢可以在哪里换呢？我们要先按这个 settings， 然后按这个 leaderboard title， 这里面就有目前呢你自己收集到的这些徽章哦。徽章它是从这个 achievement 这边拿到的，没有错的话，因为我之前有找到这个 glitch 的这个天气哦，然后完成它这个任务了之后，所以我有它的那个徽章，它的这个 something went wrong， 而且这个我用下去的时候很帅，你看按下去。嘿嘿，你看我的这个直接乱码，我的名字这边直接全部变乱码，然后其他这些 break the limit 啊也是很好看，但我会先用这个啊，因为这个是最最最稀有的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物品啊，这边点下去，你看变了，它完全变掉，而且变小个了，这边比较大个一点，而且它有分这个 gears 啊跟这个 item， 就是物品跟这种设备之类的。再来呢，你看它这里有两个的，然后我们的这 exo gun 呢，它已经有被削弱一点哦，之前它是减 25% 的酷道，现在变成减 20% 吧，就是削那么一点点。这先把它用上来，还有这个 jackpot gun 呢，这个被削超级多。之前我们是抽到那个 jackpot 的话就可以拿到777块钱，现在只可以拿到77块钱。但是呢有一个增强的点是它是可以放在我们的左手副手，也就是讲呢你看我的手啊，两颗色配，而且它的这个外形也变了，你看这个老武器，所以我现在是可以两个一起装备的。然后还有我们后面这里，然后后面这边有这个 NPC 哦，这 NPC 呢你们可以先跟他来对话哦，就是讲一堆的话之后呢他会跟你讲哦，叫你接一个任务，然后这个任务是复活节的任务哦，然后官方那边是讲只持续3个礼拜，那这个当然是先接受啊，我已经接好了，接好了之后呢这边有一个这个 X file， 这里他就需要去找一些蛋蛋啊，一共有15个啊，原本这边是有一个粉色蛋蛋的，后来我把它剪掉了，剪掉了之后它这边在这里面，然后后面这个是那个 UGC 哦，就是 Robots 里面那个，应该是那个 Robots 里面可以那个人物可以带上的装备哦。然后这个已经好像已经玩了 ，not available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第一节任务也找到15个蛋的话，会有加 50% 的幸运值。等一下我可以自己去找完它、啊，还有什么啊？有太多东西要讲了啊！还有这个 Jack's Workshop 这边超多东西，多了超多东西给你们看啊！你看下面这边，多了1、2、3、4这4个装备，而且你看这装备还要的东西超级多，你看超级爆多啊！这边也是一堆啊，还有这个 Aquatic 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啊？你看 Bald Exotic 这全部都要，哇，真是很恐怖啊！现在又要收集这些素材去做合成那些装备的话啊、还有这个你看那个家这边，这个家这里它里面也多出了这些东东哦，这些壁画，然后还有一颗蛋在这边啊，这个我是、哦、这个是有点大声啊，这是有点大声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2颗蛋。还有这个洞穴这里啊，里面的地图新增的超级无敌大哦，我先进来啊，现在这里它这边也会有一个传送门在这里的。然后呢我先点一下这个现在新增的这个 auto add， 这个我自己有刚研究一下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用的，这个你点下去的时候是发绿的，但是我抽到的它也没自动放进去，也不知道。然后这里也可以选择你的要的数量，例如说你要放10罐，你就这样子打下去，就这样子放，你看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很方便了。然后我们再往外走一下，你们看现在这里的地图，你看超级大，跟之前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比哦，而且这里我是还没有走过的啦，我自己私底下还没有走过的，我掉进水了。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多出什么新的那些机制还是什么鬼的嘞？这等一下我可以自己慢慢走看哈。我们先回到地表，为什么重置不了了？啊，他现在不给你重置了，哈哈，所以我一定要靠我自己的双脚走出去这个洞窟了。哇哦，下面这里岩浆蒙卡 S。哦，这里有个桥可以过去啦，现在天亮了我才看到。哇 ，OK， 我们过来一点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独木桥可以走，这样这应该是连到那个正门去了，我猜啦，不要。还好我还是复活在这里啊，不是重跑啊。OK， 跳，我丢下去，跳下去，我看不到啊，这里说的太亮了，那光。有，这是我跳得过的。OK， 然后这里再上来了之后呢？之后呢？这里还能走是不是 ？OK， 走啊！然后呢？又死角了。然后再下去，然后再下去。哎，什么鬼？
我突然就被传来这边，什么鬼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是呢，啊，只要到那个点位了之后，我就立马被传回来了。我现在好像就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，我大概已经走完了。等一下我去那个从那个瀑布那边洞口进去看哈。但我现在我怎样回地表啊？我要回到那个传送门那边了。哦，我看到啦，在左边那边啦，看到那个桥啦。原本的洞口是没有变化的，只是后面还延伸出很多那个路这样子。切，给我回来了。好的，那么现在给你们看一下重做之后的 aura。我现在身上有两个是已经重做的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undefined 用一下，哎，你看跟之前比起来根本不能比啊，这个完全是好看很多哦。哎呦，那这个还不是最夸张的，最夸张的是这个哈迪斯，你看哈迪斯还连那个字体都变掉了，我 equip 上去，啊，你看后面还有那个。那个叫什么地狱的魔法阵这样子，这个帅超级无敌多，真的这样才对吗？这个600多万的，现在之前的很普通哎，这个超级帅，真的我超级满意。这样应该要讲的更新的内容都已经给我讲到七七八八，差不多都讲完了。那么现在就要来抽看一下新的那个 aura， 我先换回普通的，然后声音开回来。Hello there。哎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我之前有抽过，但是我没有存起来到我，然后它是就这样子的，那褐色的光环，这个只有1/150，所以这是很普通的。哎，我又 skip 掉一个了，刚那个绿宝石 emerald 我没有注意到，哎，我已经抽到下雨了耶，结果还是抽不回那个绿宝石耶啊！算了算了，我直接在这个图鉴这边看一下啊， emerald 在这里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效果，就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方块这样子。至于这个要收集的蛋的话，我看一下网上现在已经有攻略了吗？哎，有哎，已经有攻略影片了。我现在玩的时候是其实只是更新后的差不多2小时这样子罢了，结果就已经有那个影片上去，就有人上传那个影片哦。然后我在他们的影片里面看到有一个很秘密的点位啊，我来找给你们看。那个隐藏的点位在下面这边，这个第一人称不可以看的，这样子看，再拉远一点。那下面这边有几个人站在那边了，然后如果你跳下去的话，哎。就只是传回来是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这样隐藏地点的一个 bonus 这样彩蛋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这些蛋的片段哦，因为片场的关系，所以我只能捡的这样零零碎碎。如果想要知道完整路径的话，现在网络上可以很轻松就查到了。OK， 现在我已经把14颗蛋都找到了，只剩下最后一颗的这个第15颗蛋。那我现在要带你们去那个第15颗蛋的地方，它是一个隐藏的地点来的，一样要先跑过这个跑酷先，到那个尾尾那边呢，我们要过去一个隐藏的墙。到了到了，然后这里要跳下来先，然后再跳上这边，然后再往一路往右边走了之后呢，到这个墙，这其实是假墙，你看我可以穿过去的啊，哈哈哈！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神秘的这个人在符号什么符文这样子啊，然后他的蛋呢，我记得是在这个墙这里的，是这边吗？是在这边。哎 ，OK， 拿完了，这样我15颗蛋都已经有了，这样我这个任务就已经完成了。可是应该是要回去跟他讲话才会有这个他的那个假成祝福啊。这个等下我再上去，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。这个咧是要解锁另一个，刚不是有两个蛋吗？一个是普通的蛋，它是 unavailable， 另一个是 lock 着的那个蛋，被锁着的蛋。这个蛋咧就是要来这个地方去解锁它的。那要解锁这个它的咧，需要一个 aura 叫做 unbounded 咧，它是2000万分之1的 aura。然后有了它之后，你要站在中间这边，然后念它这些墙上的咒语，看到吗 ？powerful 什么 eternal 啊，这些念它的咒语就是在这边打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就会完成它的任务。我这里是还没有秀出那个任务啦，应该是因为我要先去把这个任务交掉先。然后还有另一个这个 daily quest， 这个也是新的，之前我没有讲到，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，就是你看每日任务啊。这样我现在要先回到那个地表去先哈。小姐你好，交任务快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哎，有了，右下角这边加 0.5 luck， 这个是好像是 50% 的 luck 啊。这样我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任务了？没有诶，还是我再交谈多一次，我试试看啊。对 accept。这样应该有了 Liberator Quest， 这个咧就是那个 lock 着的蛋的那个任务来的哦。这样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下我抽到的新的 aura， 因为刚刚我其实有私底下 AFK 一小段时间才继续拍的。首先是这个 Sapphire， 应该是这样读啦，然后它这个是800分之1，这个是新的。那么另一个咧是这个 Twilight， 这个吼吼，这个就不得了了。还有音乐先关掉，这个是600万分之1的 Twilight， 应该就是叫做暮光啊，你看。很好看啊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抽到这种几十万的新的这些 aura 了，很好很好很好。
好，那我觉得今天这集录到这边先差不多了。那至于这个 Jack's World Show 里面的这些新的这些装备呢，我私底下会去收集一下他的这些素材，看能不能够做得出来。那你们要玩的也可以快点去玩，现在已经新更新了，很多内容可以玩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先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